没想到吧，你竟然成了我的俘虏。可恶，被俘虏了竟然还敢这么傲慢，看我不狠狠地修理你。俘虏怎么了？难道俘虏就不是人吗？你这对我简直是反人类，我要去找导演起诉你。俘虏是不是人这个不重要，但是你是僵尸而不是人，这一点我确实知道。救命啊导演，救命啊导演，这场戏我不拍了，我要找替身。演得很不错，很逼真呐、我没演戏，我真的不拍了。无聊剧组讨论声，男主也没有替身了。俘虏喜欢记得关注手游酷玩哦。